我这是呢，刚刚呢从这个一直播那个现场回来，其实也不是刚刚了，回来有半个小时了。因为我上台拿了奖之后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我想说句实在话，就是坦白说呢，就是我坐在那些明星中间吧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个局外人。对，严格意义上讲呢，就是。我和他们还是不一样，不是说有什么不同，一个是年龄比较大，另外一个呢，本身我也不属于娱乐圈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从早上7点多就出门，然后从奥体转战化工大学，带这个 U8 还有大学生队打了2场比赛，也挺累的，所以就回来了。我今儿这发车呢，我实话讲啊，我也没什么真正可聊的，我就想呢，简单的总结一下我的2006，如果说我这2006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呢，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呢这几座这奖杯啊，首先呢就是这个，这是。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体育大 V，所谓啊，这个实话讲呢，就是做体育呢，这么多年了，22年了，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，其实中间呢，有一度呢，我是主持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节目，你比如说我主持过。体育那都不用说了，然后财经，我做了4年的财经直播，首都经济报道，这北京的球迷不是，北京的观众应该比较熟悉。后来呢，我又主持过调节家庭矛盾的节目，就是夫妻吵架呀，这个几代人争房子呀，亲兄弟明算账啊等等。后来呢，又主持过家装的节目。就装修，装修买什么材料啊？弄什么防水啊？然后这个怎么做这个储物啊？这个收纳的这个空间怎么弄啊？然后你给我2万块钱，我帮你装修啊。类似这种节目我也主持过。后来呢，又主持过一系列的访谈的节目，这个比如说这个访问这些明星啊。还有一些什么社会学者什么的，咱说句实在话啊，就是这明星啊，就是当然你最近的这些小，就是年轻一点的明星啊，我接触的少一些。我接触最多的这年轻一点的明星就是张杰，当时呢，跟谢娜好了没好，反正不知道。完有一阵子谢娜呢，我们关系不错的，她出书什么的都请我过去。然后那时候谢娜跟张杰俩人好上了，然后谢娜跟我说：“说哥，我喜欢上一个人，说哪天我带你看看。”然后后来带来了是张杰啊，因为当时张杰好像是因为什么事儿来着？我想想啊，好像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东方卫视的一个选秀，然后签了约了，但后来想挣脱呢这个签约，然后奔着湖南卫视去，好像当时是这么一个事儿。后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。然后这个娜娜呢，还把这个张杰一块带来，然后在一个酒吧里边，还有好几个娱乐圈的人一块出主意，出主意完了怎么着才能够让这个张杰呢能够逃离火坑吧？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记得，剩下的都不太熟了，但有一些可能见过，但是呢，老一辈的这些所谓明星，我这大差不差的都采访过。当然，我跟纳威呢也做过200多期的叫《今晚难得》，《今晚难得》那里边的有一些，当时我们都忘了啊，我们都忘了，因为每期来一个，当时是属于3线、4线或者是8线的小明星。但是我听纳威说呀，这其中有一些已经火了，但我已经记不得了。他跟我说，你看这个现在特火，那个上过咱俩的节目啊，我完了那个我还调戏过对方啊，真的假的？哎。这是纳威提示我的，剩下的我都不清楚，但是你要说像成龙啊、章子怡啊、什么什么汪峰啊、
什么什么孙悦啊、那英啊，什么刘欢啊，什么邓超啊，什么姚晨啊，什么，反正我都主持过，啊，都主持过，就是都采访过，都采访过，啊，然后我是不是讲过呀？曾经有一个这个叫姓黄的一个演员，那哥们儿拍了部戏呢，然后到电视台做宣传，然后领导派我去主持。主持呢，然后这哥们儿就不愿意说话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着急，啊，他来的往那一坐呀，我一般就是我这个人会察言观色，我之前不跟嘉宾接触，认识不认识的。说有时候是哎，编导会说哎，董哥，你看那嘉宾来了，你要不然到化妆间跟人家先沟通沟通。我说别沟通，那沟通就假了，对吧？咱就往这一坐，坐了之后一就跟那个过去那个就这成亲似的啊，一掀盖头一看，哎呦，这我媳妇儿，行了，搂着就睡觉了啊。完我那边就是，反正我不管，就直接上台，上完台啊，一啊对高圆圆啊都采访过，什么王珞丹什么的都采访过。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对于这个娱乐圈啊，我没有什么任何新鲜感，真的我没有任何新鲜感。就说呢，这些咖也都够大的了，我都办过，啊，都面对面的办过。所以呢，就是基本上张国立啊什么的、王刚啊什么的这些老一派的，什么这个叫什么张铁林呐、啊、什么的，还有谁？你说赵本山以及赵家班那些，今天见着宋小宝了，上去唱歌。提示器坏了，不会唱了。我说句实在话，他往那台上一站，他没唱三句，我就说要忘词儿。我在台下，我就是要忘词儿。果不其然，一会儿忘词儿了。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呢？他没记住词儿，他得看那底下那提示器。结果那提示器坏了，这家伙就乱了，领导讲话也找不着麦了。因为连讲话都得有提示器嘛，是吧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娱乐圈啊，我不是说是很在意。啊，而你们认为的大的明星，这在我眼里那就没什么，因为都是普通人嘛。完那时候采访这个成龙跟章子怡一块儿做一节目，我采访的。啊，后来这节目编了之后啊，我一共就三个镜头，全是画外音。啊，就是编导嘛，就比较功利，他认为呢，就出现我的镜头啊，这收视率就掉下来了。所以呢，就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问我说哎怎么样这个这那个的，他就我都是画外音。然后那个镜头就对着成龙和章子怡，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这个采访章子怡时候挺有意思的，那时候5、6年前了吧，然后他说他向往的生活就是有一个院子，然后一个老公看报纸，俩孩子坐摇椅，一只狗在院子里面跑，这才美好生活，当时啊，然后我说我记得当时我说你这个生活按说应该比较容易实现，啊！但是他当时单身嘛，他说："那要不然你给我介绍一个，这都有这话，你不信你就去查，你到网上百度，你就百度那个 BTV 秀场，成龙、章子怡，你就能看见那期节目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，这娱乐有不同的方式，比方我在这儿聊呢。"可能有人也哈哈乐，他也认为呢这是娱乐，但事实上呢，这种娱乐呢，它没有什么商业化，没有商业化啊。今儿在台上，维嘉问我啊，说那个他那个就是命题嘛，就之前就已经把这题目给我了，就是这个，请你谈谈电视主持和在手机上主持节目有什么不同。赶紧睡觉去，去睡觉。这老大啊。老大睡不着觉，老二在那哭了，听见了吗？所以男人呢，到我这岁数其实挺不容易的，社会角色太多啊，老公、爹，是吧？然后又得是公司的这个什么这个领头人，也球队的教练，然后一直播的主播，就是挺难的，其实。那但是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比较随意随性啊，这个。开心就玩，对吧？今天在台上问我说："说在电视主持节目和在手机上主持节目有什么不
其实我能明白他那意思，就是让我说，在手机上主持节目很开心嘛，或者是特别好嘛。但我说的是大差不差，其实是大差不差，因为如果你热爱一个工作，你就不会在意他是在电视主持还是说是在手机上主持，啊，因为我在电视上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，而在这主持节目也很开心。说我也不能说，那你这，我说在电视主持节目，那么回事儿，那手机主持节目我特嗨，我说这个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它太假。但是我就说大差不差。但是我说如果一定要说有区别，确实有区别，因为我在任何电视台主持节目都是给钱的。我说完之后，可能有些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啊？哦，后来我一想，这包袱如果不太响的话，我再甩一个呗。我说我很开心来到这里，是吧？这之前看一个海报，好几十人，我一看我年龄最大，而且是倒数第三丑，颜值啊倒数第三低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俩戴面具，说王你妈，还有王妈你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，另外一个戴面具的叫什么呀？什么同道伟业啊，还是什么呀？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那哥俩就戴一大罩子，三四个小时在那儿。我说哥，我今天我出门，我老辈跟我说，要不然你也戴一面具去吧。我说我媳妇儿，我说我这么多年，我戴这么多年面具，你都没看出来吗？是吧？反正这个就光怪陆离的一个世界，那存在都是有理由的，是吧？喊着替补鲍尔的名字，张杰的名字啊，各种什么，一会儿三只，还不四只。反正左邻右舍，反正都是俊男美女，有几个兄弟，我觉得挺漂亮的，是男孩，挺高的，我1.85米、1.86米的吧。你说你穿一个大衣，你就好好穿呗。我操，不行，得披着。我操，跟他妈披着人皮的狼似的。你说你披着干嘛？你非得那样？你说那国民党那时候当年是这样，你就踏实你就穿，要不然你就不穿，不行，就得披着。啊，还得披着。我说那东西他妈，我多少年前我们穿军大衣都这么披着，对不对？我这一聊，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是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哥们穿军大衣怎么着啊？你怎么着？把那肩膀啊往后一蹬，大衣唰就飞起来了，明白吗？一蹬，一蹬那飞就是制动惯性嘛，大衣出家就飞过去了，底下几个小弟嘎给接住，是吧？怎么着呢？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着？行不行？不行，咱马人怎么着？盘道呗，咱们。你哪儿的？你哪儿的？你南城的哪儿的？你是哈登，你认识吗？就玩这个，就没什么意思啊。现在还没披着衣服啊。后来我拿着奖我就走了，我出门，我正好看李宇春的部队来了，因为上台里要唱歌嘛，是吧？李宇春的部队啊，我这么一我一眼一看，11个助理。啊，11个助理跟在后边，一个大部队嘛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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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那就这样，这都不算多的。我在北京电视台，我主持过一档节目，采访一个台湾的一个明星，16个助理，真的就16个人。最后呢，我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助理，那助理教练现在有几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这个社会，反正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曾经因为获奖呢，我是被封杀过。我是哪年？5年前还6年前，有一个组织给我打一电话，说我这现在开始讲风吹来的沙了啊。有一组织给我打电话，哎，当时我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节目，给我打电话说，董老师，那个上海电视节说我们评了一个奖。叫新锐主持人奖，啊，说这个奖就很隆重，然后呢，这个说就请您去领奖去。我一听说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说这个获奖的人不多吧？他说不多，您来吧，因为我觉得你要说奖的是火锅奖，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吧？大老远的不至于去，是吧？然后我就说一听说获奖人不多，我就去了。我到那儿完了，我一看你们30个人获奖，我当时就觉得，我说你不能这么骗我，
是吧？你可以你要是告诉我说你30个人获奖，那我就来，我就不来了，我就北京我有事儿。完了，这我到那儿我就一看，30个人获奖，我说这就我就觉得有点不是很开心啊，而且我跟他们也不是说很熟，但是那次同时获奖的人确实后来都挺火的，我给你捋捋啊，撒贝宁，这火吧，华少，可以吧？乐嘉，我跟乐嘉是获得一个奖，还有谁来着？是朱丹吗？还是谁呀？反正不少，反正。然后我就去了，去了完了，东方卫视直播，啊，东方卫视直播。后来我呢就发表了一段感言，这段感言呢就把主办方给得罪了，得罪了完了之后呢就。通过北京电视台，完了就把我给封杀了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什么错误什么，但是我跟北京电视台呢，我在北京电视台从2006年到干了4、5年、5、6年吧，没合同啊，我们没合同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不干，他也没法拿我说什么，他不让我干也没法说什么，就是我们不是员工关系。我们就是雇佣还没有合同，但是你要说按劳动法呢，他肯定他应他实际上他差我五险一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每次他给我发劳务，那你看我干活你给我钱，那证明了我是你的员工嘛，你给我排活嘛，排班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这事儿就算了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呢，就是去了，我觉得玩就玩，哈哈，玩就玩。好，那么刚才呢，这是个体育大 V。这个体育大 V 呢，我觉得我实至名归，啊，这东西啊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在微博上那玩体育，对吧？你，那我觉得我确实是可以，对吧？我曾经几年前呢，我没事儿，我老跟这帮公知斗一斗玩儿，有人说我是五毛，说我是哪儿的这个卧底，或者是我是五毛，说有人给我。相关机构给我给收买了，弄成我是五毛了。其实我真不是，我叫演过三毛，1942年的张乐平先生那三毛，那是我演的，是吧？五毛跟我没关系啊。但是我老逗公知，最后逗这几个公知，最后我看下场都那么回事啊，什么任志强了，什么这个李开复了，是吧？然后什么薛蛮子了，就这个。啊，李大眼儿什么的，李大眼儿后来反正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公知母知，反正也不知道跑哪儿了。我呀，我不愿意谈这些东西，我就瞧不惯他们什么呢？我就瞧不惯他们啊，第一双重标准，第二呢，造谣，我就烦造谣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对吧？造谣传谣，你看任志强那时候发微博，全都是一看有一负面新闻，哎，玩一个。真的吗？打一问号转发，真的吗？你看你玩的多 low 啊，大哥！你要不然你就自己找新闻去，对吧？你要不然你就真求证也行。你转发一个假消息，你玩一真的吗？大哥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现在怎么着？要弄你分分钟钟弄你，明白吗？就是看谁开不开心。别觉得自己啊多大腕儿，没有那个，是吧？薛蛮子怎么着？不也是？老实踏实干活完了，对吧？有事儿说事儿，别造谣啊！这东西不好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是辟谣啊，辟谣类的，一谣言出来啊，然后我就各种分析，然后来帮着大家呢去认识这件事儿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对错道理，咱们放第二位，先认清这事儿是真是假，是吧？所以那伙的人呢？咱不敢说每一个人的，说都是这个脏心眼儿，他们有可能是希望这个社会也不断的进步，但是你得用正确的方式，你不能用谣言惑众，对吧？你可以发表论文，你可以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你去调查，您挣那么多钱，对吧？你就雇自己开一个诊所，不是那个调查所，你把这事儿给弄了，不弄清楚不就完了吗？
你天天你在网上你惑众，你说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老跟人扒拉键盘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对吧？你老忽悠别人这那个的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对不对？太阳山、武当山什么的，占山为王的事儿，你去呀？他不去，他不去，嘿嘿，像这个后来都认清了吧？整个微博呀，最后实话讲，就是开始有一些啊，这个脑筋呢，热血青年脑筋呢，可能不是说很容易独立思考，非常容易啊，被这某种情绪所渲染，然后呢，笃信这些所谓的大 V 啊，最后呢，发现很多人随着自己的成长。才发现有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是吧？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后来我一看，这玩的这斗的这几个公知，基本上都灭了，对吧？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，臧克家说的没什么劲，所以我也跳出圈外了。本身我也不是说愿意跟这帮为伍，我哪儿的，我跟谁我都不是一波的，对吧？那网上也有一堆五毛。是吧？那个，有时候可能看见我跟公知斗，他们挺开心的。但你看我跟他们互动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独立表达，哎，我独立表达，我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个的，是吧？我要那个我跟他们一波，我再斗这一波，我干嘛呢？我没那功夫，我哪有那功夫啊？对吧？我没事，我扒拉扒拉琴，我跟家里人玩玩，跟闺女玩玩多好玩，对吧？我跟你斗那干嘛呀？我都不知道你什么人，我跟你一波，别扯王八犊子了，是吧？后来我一看，这基本上都灭了，灭了完了，我就踏实回来，哎，微博聊聊这个足球，我觉得挺开心。哎，之前我可能关注有一些社会话题多一些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呢，有些东西就是这样，你上了这么多年微博，你听我说句话，我写过一篇。这个叫什么？微信公众号啊，老董球评，怎么样做一个有头脑的吃瓜群众？我写过这么一篇东西，你要仔细看看那篇东西，你都能明白。有些东西啊，第一感觉一定是有问题。你看这全民一块舆论完全都倒向一波，这时候你冷静，你再看一看，别着急，就跟足球场上的，突然间机会来了。你咣家伙，你就上去就一脚，100%，你不敢说95%都是打飞机了。越是嘈杂啊，这种轩然大波的时候，你越冷静，你沉淀一下，沉渣泛起，让它一沉淀，整个事实你就逐渐的会清晰。不，前阵子说是什么某个小学的什么霸凌事件是吧？我朋友圈都转发疯了。疯了，我也看了，我周围的朋友都急了啊，这啊，我说你再冷静冷静，你再看一看。我说这个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简单，不一定会是就这么回事。果不其然，后来差点恨不得反转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差不差，记住啊，你的情绪归你，你不要被轻易的左右。另外一个，有些事情别听一面之词。当然，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我自学心理学36年，人总是愿意相信呢，这个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人愿意相信什么呢？愿意相信机构是有问题的，是吧？组织是有问题的，这个弱者是没问题的，是吧？有钱的、有权的，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基本上都是这样，是吧？然后人性的丑恶是100%的，没问题的。人性的善良，这都不见得，哎，都愿意相信这个。所以为什么说负面新闻，然后这种这个，耸人听闻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反正这些人们愿意相信，对吧？你说怎么弄？没法弄，啊，踏踏实实完了，嗯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奖杯，这是，新浪网，中国教育公益感召力，这是新浪中国教育盛典，这是我拿的这个奖杯。啊，这之前呢，我曾经主持过他们那盛典，就是我从一个主持人，
这盛典主持人后来变成一个盛典上去领奖的人，这奖少啊，就是我今儿就是我这个体育大 V 十个是吧？这个奖呢就两个人，我跟那个鞠萍姐姐啊，鞠萍姐姐这么多年，其实她才50来岁，她没有那么大。你给人感觉啊，因为他没什么，他可能恨不得从幼师的时候就上台主持节目，主持到现在没退休的还，好几代人听着他故事长大，是吧？我们两个获得这个教育公益感召力，我为什么得这个奖呢？主要就因为我做公益青训，足球的青训，啊，获得这个奖，然后有一个演讲，这个演讲呢现在能有200多万阅读吧。在我这个微博的这个置顶啊，没事你看，喜欢足球是可以看啊。然后就是今天这奖最沉啊，放肆一下，这个什么魅力人气榜样啊，五个人上台，反正我排第一。这个我觉得，因为他可能是按年龄大小吧。然后5个人上台，一录齐聊男女的，然后有一个。一个主持人，然后还有赵本山的闺女，反正5个人我最高，这是100%。老有人怀疑我身高，说1米6几，1米64，1米65，1米66。哥们儿不穿鞋不穿袜子，1米75。我主要是脸大，脸大呢显个矮，真的。你要是就因为这个，有不少人说你这太矮了吧你？我操！你说大哥别闹了。那1米75，你要说，哎呀，我你你，那你不能拿我们那年代和你现在这个，你现在吃的什么都是激素，那能不长大吗？我们那时候吃的鸡，这是真的鸡，家养的，我自己还剁鸡食呢，东北叫鸡食，是吧？弄点苞米面，弄点那个青菜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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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这剁完了，家里边养几只鸡，每天咯咯哒咯咯哒下蛋。我们家那只鸡下的第一个蛋，你知道最后死在谁手上吗？死在我裤兜里了，我把它揣进裤兜，走在，就是因为我们家那鸡第一个下的蛋，处女蛋嘛，我特别开心，我就从那个，我一看这个鸡下完蛋就咯咯咯咯叫，我一看，哎呦，这蛋下来了啊！我就拿那个，我就不知道往放哪儿了，我这个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我说，然后我就想等我爸妈回来，然后我报喜嘛，然后我就揣裤兜里了。但我忘了，我揣着裤兜儿，完我又跟一帮小朋友啊，在地上摸爬滚打。最后我说怎么玩着玩着，我说怎么有点湿呢？就是这个裤子这大腿这有点湿呢。我说是尿了吗？我说我那时候都11、12了，不应该尿了。我说9岁就不尿了应该。完了，一摸一看，完了，鸡蛋碎了，给我给伤心坏了。我们家鸡长那么大不容易。你想想那个第一个蛋下来挺费劲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蛋那么大，鸡蛋那么粗，完了那个通道那么小，能咣当能出来就非常不容易，尤其是第一下。完了，结果最后那蛋他妈死在我兜里了，你说是？哎呀，天哪！这那是我非常对，扯远了啊，那不扯了，就是，我啊先说的。鸡蛋，然后鸡，啊，剁鸡食儿，剁鸡食儿前面，哦，就说身高的事儿啊，对，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吃的都是鸡，真正的鸡，现在孩子从小吃的鸡全是激素给弄的鸡，你琢磨琢磨，40多天鸡就不永远不会下蛋，现在呢，你吃的鸡会下蛋吗？不会下蛋，明白吗？就是母鸡也不会下蛋，为什么呢？打激素啊，滤生产线呢？那你想想，你吃这种鸡，你得长多高？你现在15、6的孩子，恨不得1米8多都不少。我们那年代1米75，中等偏上，是吧？偏上，明白吗？哎，你去了。完了，今儿上台5个人，我完了这个说采访我说了说，说完之后呢，我以为这5个人挨个说呢，没了。这合着我们5个上台，就我简短做了个发言，我就下去了。我们就领了这个奖，这奖特沉啊，
然后就下去了。我特别后怕，真的，所以我真的得感谢一下科技，他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，就是体现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。啊，我就想，如果我跟另外四个上台领奖，是吧？如没你拍没事，来拍，没事，拍冷静，冷静，好吗？一定要冷静，好吗？冷静，今天这个奖也有我们家铃铛的功劳，好吗？因为他在过去的很多个日日夜夜，即使不出镜，他一定就在我不远的地方在那趴着，他等我发完车，他跟我一块入洞房，不是就跟我一块去睡觉，啊，就睡在我的旁边。所以这个奖杯呢，一个是我领导，还有呢就是所有属于所有的乘客啊，属于所有的乘客。因为没有你们，我魅力肯定我还有，但人气是没有的啊，榜样就扯王八犊子了，拉裤兜子了。所以感谢。感谢在过去的200多天，感谢，来去讲，来领奖，下面来，有下面魅力移动盛典，来讲铃铛，啊，给，视奖杯为粪土的啊，你看，好吧，哎，对，闻一闻，对，怎么样？闻一闻，闻闻，闻闻，好吧，闻一闻，怎么样？这奖怎么样？别玩儿啊，怎么样？干嘛亲亲嘴儿啊？好了，过了。来吧，来，过来，好，趴下，好嘞，好，哎，特棒啊，拍吧，拍呀，趴下，好吗？好吗？趴下啊，好吗？听我求你了，好吗？趴下，好吗？哎呦我天哪，蹭啊！暗中观察。给你拍呀，拍呀，蹭，来吧，蹭，好吧。你是怎么着闻出来了这镀金的呀？啊？我这后怕呀！你说我要是我这么大岁数，啊，我上台，我跟四个网红，我上台。然后人家采访一个网红，我没说话，我下来了。我去，我今天晚上我已经自挂东南枝啊，知道吗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活到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一臭知识分子，我在乎什么？我这我穷酸，我知识分子。我真的感谢，我确实得感谢这一下科技，还是科技一下，反正总而言之，这幸亏上去没让我一句话没说着。我这采访完我还往边上撤呢，我以为第二个上来接着问的，没有了。好，请过那边去领奖合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他不屁股对着我了，对，为什么今天得奖了？他也能看出来，对吧？光环。但是，那么回事，啊，所以感谢，首先来讲，真的得感谢这些乘客。这一年呢，对于我来讲呢，过得还是挺惬意的，
第一呢，家里边添丁进口啊，小女儿出生，我估计这个小女儿出生啊，也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好运吧。好运来，那个好运来，好运来，那个好运来，让我们一起摇摆。这是第一，第二一个呢，带启航少年队拿了百队杯冠军，啊，拿了百队杯冠军，然后呢，又带这个中国的业余联队呢去韩国，啊，中国队输了，但是我们赢了韩国业余队，这两场比赛让我很开心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买了房子。就是也许吧，明年春天，到时候我再发直播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可能就新房里，不是新房子里边啊，新房子里边。然后我特别在院子里边呢，我搭建了一个小木屋，然后我期待着到时候仲夏之夜，我能在那个小木屋里边，哎，坐着直播，那就有意思了啊。然后呢，还有。工作上其实，乐视这边没有什么太多啊。这个，哎，今年有欧洲杯吗？今年是不是有欧洲杯？哦，对，解说了欧洲杯，做了一些节目，然后，哎，今年是有欧洲杯吗？2016年，有吗？欧洲杯已经结束了是吧？有是吧？对。葡萄牙夺冠了嘛？对，然后呢，解说了几场挺，我自己觉得挺嗨的比赛，啊，但是我想不起来太多了，但有一场单口对卡塔尔吧，我觉得那场说的真挺牛的，啊，虽然说比分是0-0，二号是自己人嘛，对吧？那场比赛，我觉得是。我个人单口解说的也算巅峰之作吧，啊，还有一场就是去年的足协杯上海上港对上海申花这两场比赛，我认为呢是我个人啊单口解说的比较经典的这个比赛，然后还有就是又带了几支队伍，乐视、清华美院。华语天空，当然最开心的呢还是凯鹰启航的成立，这是我的一个心愿。因为业余队呢，包括以前的启航，因为队员呢都上班了，这个有时候组织比赛比较难，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，队员的家里边的这个家务啊，越来越多了，工作也越来越忙，所以呢，所以启航队呢实际上。要想再往前走呢，并不是很容易，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学的力量可以帮助彼此能够相互成就。我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平台，然后这些大学生他们毕竟没有什么这个家务、什么出差什么这些，所以好组织啊。所以启航大学生队呢，今天也打了第二场比赛。也是2-0赢了，踢得不错，进步很大。我记得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，因为踢得不是很好，然后有很多看直播的人呢，在那底下留言说：“这队主教练谁呀？这踢太差了。”啊，今天的这些人没了，找不着了。也可能换一小号说：“哎呦，今儿踢得不错。”但这才刚刚开始五次训练，我说了，兄弟，给我点时间，五次训练。你看看佩莱格里尼来华夏幸福打了五场比赛以后是什么样？五场比赛可能25次训练都过去了，给点宽容，明白吗？我没证，非专业，业余的小破足球主教练，你就给个宽容，好吧？至于说这比赛有没有内容，有没有进步，自己有眼睛自己去看去。有一乘客
每次我带队训练，每场比赛必到。我相信这哥们儿真正的是能够看清楚这个队有没有变化，以及这哥们儿能清楚我们的训练也好和我们的要求也好，到底是不是符合足球运动的规律，到底有没有效。今天场上40多个人选11个首发，并不是很容易。我选的首发很好。对吧？主力的这个前锋，以前没打过单前锋。主力的右边前卫，以前更多的打左边前卫，今天打的右边前卫。然后这19岁的这尼日利亚这兄弟，一会儿我给你讲讲他故事。这哥们踢左边前卫，啊。然后我交代的就是，你们3个人在比赛当中可以换位。可以经常换一换位置，对吧？比如说边前卫呢到中间来，然后呢中锋呢去拉边儿。我们的第一个球就是快速反击，最后是右边前卫小金，啊，北科大的学生，好像是博士，真的博士，25岁的博士，把胸部一挺，中路带球，这时候中锋索南。是，我还哪学校呢？因为15、16所学校，有时候记不清楚。化工大学的，有可能是化工大学的。然后拉到右路，叭一分，这右脚一扣，左脚梆打一上角，非常漂亮。第二个进球，我换人，下半场十来分钟换上去。主力的右边也不是主力，不是，换上去一个这个边前卫，然后把上半场打右边的小金调回到他习惯的左路，新上场的这个洛桑啊，藏族的大学生，他打右边前卫，然后这个球我们中场断球之后，后腰分给这左后卫。左后卫给左前卫，然后小金一对二，啪啪进来之后，啪传给这个北交大的王翔。这也是一个工作了3年之后又考研究生的一个兄弟。我们是跟北交大踢完比赛，我问他，因为他原来不是这队的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愿不愿意来？因为我一看这孩子技术意识真的好，就体能。因为他今天也跟我说的，因为3年工作嘛，他不像学生，可能事情也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他的技术意识真的非常好。今天打的前腰，送出一记手术刀般的，至少是西瓜刀般的吧，西瓜刀般的这身后球，打着肋骨结合，完了洛桑快速插上一脚打门进。我们其实昨天晚上聊到在群里面聊，从技术战术，然后一直聊到，我说你们谁睡觉的时候告诉我你们睡觉，我昨天晚上没发车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跟队员聊，因为今天这场比赛，实话讲对手实力还是很强的。然后从技术战术聊完，又聊到这个生活，然后我就给他们介绍对象。然后因为有一个女孩，然后说想找对象，然后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合适。然后最后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谁睡觉，你们呢就告诉我。然后我让队长统计，我说今天晚上我们聊这么长时间，有明天参赛的20个队员，谁没说谁没发言，你告诉我。他啪啪翻这个谈话记录，很多页。最后告诉我三个人没出现，始终没出现。那我当时我就说，那我明白了，这哥仨肯定此时此刻没看手机的可能性比较大的。第一，喝酒，对吧？在喝酒玩儿。第二，啪啪啪啪啪，是吧？我说这两种情况。
都不足以让他让我派他上场。明天就比赛了，您今晚上要么喝，要么趴，这怎么？要么一边喝一边趴，这我受不了。所以这三个人名字一公布，没多久，第一个哥们来了，东哥，我刚看见，我在宿舍呢，还发一个那个照片，我说你在宿舍喝的吧？大家就开玩笑，因为桌上有酸奶、矿泉水，我说矿泉水里是白酒，酸奶是解酒的，就逗乐嘛。然后到晚上十二点左右，有一个在名单上黑名单上的一个兄弟，完了又发群里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一直在补作业，我这刚看手机，12点，很有意思，他们很有意思，这些孩子，而且我觉得有共同热爱的人吧，有共同爱好的人，然后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，但是很快，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很融洽的那种关系，相互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兄弟般的情谊，我愿意看到这些，我真的愿意看到这些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像我一样，我现在没朋友，我没有朋友，但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对，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原来都是自己单干，是吧？我兜里揣副牌，我逮谁跟谁来，我是一个从最开始写稿就自己写，没听说咱哥四一块写稿啊，不可能，对吧？然后主持节目也是，你找我，我就写稿子，你让我写我就写，你给我钱；主持节目你让我主持我去，你给我钱，是吧？然后我这基本上就是，我曾经左右逢源，就是我的这个生活吧，它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，然后再由复杂到简单。它其实是一个符合哲学，或者是事物发展规律的。来，你出个镜，你出个镜好吗？出个镜好吗？哎，好，拍，好，哎，好啊。清风拂面啊，小尾巴摇，一直摇着啊，而且小屁股一直撅着。嗯，你看这凹造型，你看没？大家挺喜欢你的，你就别装了，行吗？哎，对，要睡就睡，没关系，好吗？睡呗，好吗？好吗？哎，对，你生活就随意一点儿。你像你这个半天也没找着女朋友呢，就醉生梦死就完了，对吧？你有我一个，你以为你陪着我呀？实际上是我陪着你，明白吗？你看这劲儿，是吧？有人说他们挠你，我们家猫挠他，你那挠我，你咬死我，来咬，你咬我，咬死，往死里咬，给你，你咬吧，行不行？咬，挠我，行，咬，你来咬。往死里咬，咬啊！那不咬人。你看，就这么一待着，你看，瞪我的吧？是不是瞪我呢？屁股又对着我，是吧？有他在我脸儿显得特小，是吧？你稍微往后点。稍微往后一点，好吗？哎，这边看，暗中观察。
所以呢，就这么回事儿，我觉得挺好啊。这一年过去了，然后，但是因为还是耽误了很多事情，比如说这个乐队就聚的不多了。但前两天去郑州演出了一次，还是小鼓部队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跨年的演唱会啊，我有点含糊了，就我自己行不行？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我就租一个录音棚，然后我把这乐队这哥几个都叫去，然后我们一块儿玩一个。因为我自己玩吧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家里玩，你想想，如果跨年我这叮咣五四的跟这儿弹，我那别墅不是，我那房子还不是还没没，就是还得散味儿嘛，因为现在甲醛太厉害，我准备多散一散，啊，所以找机会呢，我看看，等我将来要在那儿。我地下室全是我的，啊，地下室全是我的。我在那儿，我准备我自己装修一个录音棚。晚上没事，我在里边我自己打鼓、电吉他。那时候你这时候就不是说玩这木吉他了啊。虽然我这水平差一点，所以这就是我的2016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乐播足球，我的这个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做的这个创业的公司，我们没有说融几个几千万、几个亿没有，啊，现在才到位200万，未来可能会有，谁知道啊？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，就是这三个奖杯吧，在某种程度上呢，也就是对我这一年的一个概念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瞬间。你比如说，百对杯得冠军的，我在场地里边跑，然后跟孩子们一起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，我们击败的是专业体校的队，比如说我们击败日本队，比如说在韩国那场球赢完之后，哥们儿冲着那个摄像机高喊的那几句话，哎，所以我觉得，比如说这个输给叙利亚还是谁呀？还是乌兹别克，反正我在车里面发车。那个时候，中间还有对卡塔尔那场比赛，高洪波带着赢，是不是经典？如果是的话，就那么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在工体，那就是经典。我在工体，然后录了一段小视频，是吧？录了一段小视频。完了，唱了一首叫《壮志在我胸《A Matter of Heart》，对，还去了趟欧洲，啊，这个在米兰啊，看的是米兰的德比，哎，然后包括今天我也很开心，就我们的 U8 虽然说大比分输给了这个国奥越野 U9。他们那些孩子有的从4岁开始练，练了3年，而且有2个孩子简直踢得太好了，真的，个人能力太强了，一过过一串。我们孩子今天是第二次站到8人制的球场，第二次。但是后来第一节这输的已经找不着北了，然后中场就是第二节之前，然后我们赶紧部署啊，瞬间开始现场办公。
孩子们第二节、第三节就已经打得非常好，虽然说还是输了嘛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希望。然后再加上这个今天抢大学生队也是踢赢了一场比赛，所以很开心啊。然后拿着奖杯回来，对吧？完了，这一下科技也给了出场费，然后我一进屋，完了，我老婆就从屋里出来了。出来完了，我说这奖杯这是出场费，啊，我老婆把奖杯放那儿，把出场费拿走了。但是他是真的爱我啊，你明白吗？真的爱你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了，今儿就聊到这儿吧，没什么主题。有人问勾罗的事儿，什么迪玛利亚的事儿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我跟大家呀，可能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太过去关注这个。还不如你就等待它自然而然的来，明白吗？你知道最好的爱情是什么吗？顺其自然。最好的分手是什么吗？也是顺其自然。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。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，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，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。我希望带着他啊，来，来，宝贝儿，来。来来来来，来，来，咱俩一块儿给大家唱一首好吗？完事儿就完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不好？来，好吗？来啊！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，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。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。只想掀起你的头发，斑马，斑马，你回到了你的家，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。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啊，终究还要回到路上。我为了你出镜，我为了让你出镜，我都用了，精神啊。
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。斑马，斑马，你睡吧，睡吧，我会背上吉他离开北方。斑马，斑马，你睡吧，睡吧，我是强说着忧愁的孩子啊。斑马，斑马，你睡吧，睡吧，我会卖掉我的房子。看那儿，这儿，哎，看。浪迹天涯，跟大家告别，跟大家再见，来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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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晚上我解说英超啊，跟李欣。有消息说乐视要停播英超了，我不知道啊。有人私信我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明天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肯定跟李欣要会解说英超，是切尔西对伯恩茅斯吧？嗯，这切尔西已经到了高危阶段了，是吧？因为连胜次数太多了，11点，所以明天晚上11点。睡就是看完了不到一点吧，还凑合啊。你看这德行，你看，干嘛呀？瞪我是吧？哎，你看这是你。你看这是你。他们说你敢咬我。他们说你敢咬我。
他们说你敢咬我，你敢咬我，他们说你会挠我、咬我，挠、咬，来，往死里咬，来，来，倒。好了，再见。明天晚上切尔西啊，切尔西，一定要见这，一定要见证切尔西连胜的终止。有时候连胜是个包袱，赢得太多呀。人生啊，有时候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，其实挺累的，明白吗？要是从一个奖杯。走向另一个奖杯，最后再走向一奖杯，其实挺累的，是吧？不如像猫一样，今儿有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阿来的故事是吧？这阿来呀，我们今天在训练当中，我们也是。我们要求的是4-5-1阵型，防守反击。等比赛一开始了，他打左边前卫，他永远都要在前场。我老喊他，队友也喊他，他不行，他就要前场抢。你作为一边前卫阿扎尔，你随便抢可能吗？你得回位置啊，由攻转守，说你得回来呀。中场休息时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要再这么踢。Something about you must be changed. Otherwise, I have to say goodbye to you. Oh, really? Oh,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防守反击，我以为要抢呢。啊，所以上半场你看，人对方后卫控球，他去抢人后卫去。到了下半场，我再给你10 minutes， 我给你10分钟时间。如果我看不到改变。结果下半场的这10来分钟已经回到左后卫了，就德罗巴曾经打的那位置，世界上最贵的左后卫嘛，德罗巴嘛，欧冠决赛嘛。所以呢，人都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就是变成什么样，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，方法很简单，跟有头脑的人混，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再见。